孙东坡有咧讲的吼，讲春江水暖啦吼，鸭先知啦，结果变家己就是指标来计指标啦。所以吼，台湾翻转加先赢啦，哦，咱台湾要翻转，咱家己先赢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就怎讲，安尼气势要起来。所以到2014年，我选举时阵吼，他们讲主席要足烦恼，拢做来13个以上啦吼。